今天来炒个大蟹，这里三只比较大的，这种叫什么？花蟹一样的，不是三眼蟹，肉还是蛮多的，但是这种没有膏，拿来炒就可以。姜蒜要爆香，下锅，焖一下容易熟。哎呦，谁把你打扮成这样的？啊，模特？什么？整成瓜了，我看看整成瓜了，看，出干。你爸爸的家没？你爸爸家料没？咋没整没？好香啊！这种全部都是肉来的，没有膏的。再让它焖一下，这个比较大个。三只蟹，满满一大盘。婆婆去睡觉了，她自己垫着枕头在这里开门。她自己开门，人太矮了，还拿两个枕头过来垫起来了。你看一下这个，聪明是挺聪明的。下来，下来，下来，不能这样，就跑，看就跑。米洛，她硬，让她自己睡觉。她说她不要。好吧。还在这里摇摇摇，跷跷板一样的，你看一下，你们该怎么到这里哟？太调皮了，这个家伙。跳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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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起。好，跳龙，给个跳。还会笑呢，刚才拿拖鞋打他了，可以拿衣架了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太调皮了，真是的，人又那么矮，还懂得拿两个枕头去垫起来呀。你跳，改一跳，你啊，来。看嘛。没，要着急的喝奶。哎呀哈，哎呀，忙迷了，你忙迷了，你忙。下午这些发完就没有了，全部发走，一包一斤多一点点。一个人。你吧，台风又来喽，航台来没？走，嗨！哦，有天晚归，你金妈妈个，怎么解决？哦，一起弄下，哦，这个人带，那老六人就给你送。啊嗨，他想把玩具分享给你们玩。哦，走了，当麦霸了。弟弟这个头是跟妹妹玩，然后呢，他要趴下去，妹妹脚一伸开，他就趴到地下了，所以呢，这里有点乌青了。好多粉丝看到了，都说弟弟这个头怎么了？你在这里跳什么？我们这边受台风影响，明天好像明天登陆，然后呢，开学全部延迟了。本来明天全部要到学校的，都不用去了。哎，不能撞我的手机。啊！你，你我发的，你干嘛？我发的，我好。
现在自己会开门，还会锁门的，老是自己防锁在里面房间。要去开婆婆的门了。现在没有枕头，吵死了。叫来挖壶啥？开空调了，让他换衣服，老是跑。被姐姐推过来换衣服。